将子孙何故背反朝廷？曹贼，你也有脸提朝廷二字吗？你欺君罔上，杀我父兄，我使当生亲辱，亲如肉，亲如皮。怎么有这么多的人想食五肉，情五皮呢？啊！马儿，你父兄就是想得太过了，这才梦断九泉。曹贼，拿命来杀！谁能擒住马儿？马儿凶狂，余计在此，杀！杀！杀！呀！将军，快滚！这马儿还果然是天下良驹啊，恨不为我所有。马儿羞狂，驾！认识你张合吗？斩了曹贼！Ah!
相！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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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回来了！丞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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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丞相！丞相！丞相！没事吧？轻敌了，轻敌了。四战败，冤我。丞相，你伤着没有？就差这么一点点。太险了。曹洪说的对，西凉军厉害。快扶丞相进帐。如果不是许褚今日无命休矣，以前老是听说马超之勇不亚于吕布，今日算是眼见为实了。这一仗不好打呀。丞相，西凉军骁骑剑马，恐怕我骑兵很难取胜，但他们尽使长枪，我们可用弓弩手应战。丞相，西凉军全仗战马，我们如要取胜，应使钩镰枪对付他们的战马。妙才说要用弓弩迎战敌军，岂不闻西凉军一善射？子莲说用钩镰枪破敌军快马，好是好，但是仓促间到哪里去打造这么多支钩镰枪呢？丞相，末将认为不如派遣一支快速劲旅绕道河西，截之贼路，马超两面受敌，情势必危。公明这个法子才算是合乎兵法，但是孤军深入敌后，需要一员有胆有识的上将。丞相，末将愿前往。